地点呢，今天应该是人最多的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啊，效果怎么样吧？给胖婷笑拉了啊、哦！一来全是同行。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就绪啦，然后好多品种啊。欢迎来找胖婷买这些东西啊，照顾一下生意啊，照顾一下生意啊！你们这些假粉丝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不来，胖婷就跟你们拼命。这里的同行也分外的多啊，同行竞争分外致命。现在我们已经开张半个小时，好像有了吧？然后卖出去了两个，太惨了，太心酸了啊！我今天你们一定要来支持一下胖婷生意哦，来深圳玩的啊，或者说是就是国庆假期的时候。来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不要搞得生意这么难做，对不对？支持一下。来个粉丝，然后给胖婷一下买光啊、哦！笑死我了，你看那个城管，我们被撵得满大街到处跑，然后同行都在这边扎堆来了，看着来来的车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点钟了啊、哦，我们这个生意还是比较的惨淡啊、哦。这个情况简直比我们上次在五一的时候还要糟糕啊！我是没有想到，就是说同行会这么多，因为白天我去了漫展，然后下午的话再来这里，可能精力就有点跟不上了。然后现在就拿着这么多东西，我们一直在卖，看10点能不能收摊啊！现在是返程高峰期哦，已经9点多了，然后他们都在。